I prossimi mesi ci condurranno all'apertura della Porta Santa, con cui daremo inizio al Giubileo. Vi chiedo di intensificare la preghiera per prepararci a vivere bene questo evento di grazia e sperimentarvi la forza della speranza in Dio. Per questo iniziamo oggi l'anno della preghiera, cioè un anno dedicato a riscoprire il grande valore e l'assoluto bisogno della preghiera. Gowei di xiong jie mei men, da jia hao, wo shi Pan Jia Jun shen fu. Zai shang yi ji zhong, wo men ti dao le mi sa qian de zun bei, yi ji ru he geng you yi shi de hua shi zhi sheng hao, yi ji ru he ling ting tian zu sheng yan, ye jiu shi ru he geng ji ji de chan yu sheng dao li yi. Jin jie zhe, wo men mei tan yi tan, you yi shi de song nian tian zu jing。指导手册教导我们默想耶稣所教导的祷文，思考这些话语的意思，即使在个人祈祷中也不要匆匆忙忙地背诵祷文，而是要仔细虔诚地思考我们与天父交往时所用的每个措辞的那个意思。是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诵念耶稣教给我们的经文，祈求日用的食粮，也就是祈求祝圣了的饼、圣体，还有酒、圣血。我们祈求天主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好使我们不会白白地领受了共荣圣事而得不到实效。耶稣教导我们天主经，保证我们以这祈祷敲响天国的大门，天主一定会福音我们的祈祷。从耶稣所教导的经文内容来看，可以看出耶稣并不是不熟悉我们人类的现实生活境况，不，耶稣他懂，他完全投入，他不是局外人，他是局内人。我们的现实生活可以同时是艰苦的或欢愉的，耶稣都知道啊。有些人活得好像没有天主，有些人因成功冲昏了头脑，忘却了天主。其实弟兄姐妹们，唯有天主才是一切幸福的泉源。有些人因受到侮辱和被剥夺的人权，于是对天主失望，对拯救他们的天主感到失望。也因为如此，耶稣他赐给我们力量去呼求天主做我们的父亲。他要我们深切意识到身为天父儿女的尊严与身份。有些人因罹患病痛或遭遇困境而埋怨天主，所以耶稣要我们跟他一起祈求，愿你的名受显扬。无论环境顺或逆，我们都要赞美天主。耶稣自己，他自己经历过邪恶的统治、打压以及不义，但是他以身作则，教导我们不单不向黑暗势力投降，更要祈求天主的国来临，并为天国的来临而努力。天主的国是上进的国度，是和平的国度，稳健地建基在正义与尊重人权。耶稣警告世人，除非人学会放下私见，去遵从天主的旨意和计划，否则人永永远远找不到永恒的快乐和生命的圆满。所以
耶稣命令我们祈求，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我们要甘心接受天主所给予的任何事情，并祈求耶稣教导我们如同小孩般的淳朴，全心信赖天主慈父般的照顾，并且祈求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耶稣他曾忍饥受渴，所以他劝勉我们要信赖天主的照顾，并求他降服我们的劳动，能为我们自己和贫苦者带来丰盛的收获。所以我们跟他一起祈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耶稣曾被迫害和钉死在十字架上，但他在十字架上表明了他的宽恕。现在他教导我们要效法他的榜样，从我们心里去宽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的确啊，弟兄姐妹们，耶稣要求我们似乎要求的很多，甚至可能我们觉得要求太过分。然而耶稣知道宽恕和忘记为我们实在太难了，但我们一定要学习活出这项真理，也就是在宽恕当中我们获得了宽恕。是的，姐妹们，弟兄们，诱惑环绕着我们，并陷害我们，极度危害我们的灵魂。耀眼的物质生活，世俗的快感，不都在考验我们的信德吗？所以透过天主经，让我们祈求耶稣救助我们，并从凶恶中，也就是魔鬼的狡猾的手中，把我们拯救出来。这是有关如何更有意识的诵念天主经。接着我们来看手册怎么教导我们如何去迎接圣体圣事中的耶稣。指导手册这样教导我们说，破开的面饼成了生命的养分，这份天主的临在能够强化支撑我们，我们必须以更有意识地去体验这个重要的时刻，并确信主会进入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他渴望我们以一颗慷慨和专注的心来迎接他。当你领受共荣圣事时，你可以在心中默念一些祷文，好让你更有意识地并以更深切的感恩之情领受我们的主。因此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列队前往领圣体的时候，我们个人自己可以用以下或其他一些合适的祷词默念祈祷。比如说，耶稣，我的天主，你是无限的良善和完美，我全心全意爱你胜过一切，我渴望在圣体圣事中领受你，以便我可以更爱你，更好地为你服务。求你到我这里坚强我，好使我在世上永不与你分离，即在天上永远与你同在。阿们。这是我们在传统上常常会用的一个祷词。另外，你也可以采用其他传统的领圣体时的短诵，比如说，
期望耶稣借着圣神圣我，耶稣圣体救我，耶稣圣血净我，简短有力，而且是非常的美丽的一个短颂的祷词。这个可以在领圣体前，或者是在列队前往领圣体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用这一些祷词在心中默念。而在领圣体后，当你回到座位，全体教友片刻静默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也可以用以下的祷词谢圣体：基督的灵魂圣化我，基督的身体拯救我，基督的圣血温暖我，由基督肋旁流出的水洗涤我，基督的苦难坚强我。好耶稣啊，俯听我，将我藏在你的五伤中，帮助我不离开你，求你保护我不受恶仇的侵害，在临死的时候召叫我，并引我到你面前，和你诸圣赞颂你于无穷世。阿们。是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好好的利用这些祷词。在教会的书局，你也可以买到所有我们教会常用的一些祈祷的这样的手册。这些手册当中，你就可以找到这些祷词，还有其他的祷词，好好善加利用吧。最后，我们来谈一谈手册教导我们怎么让弥撒真正离成。指导手册教导我们，在饼酒的餐桌上得到滋养之后，随着最后的问候，我们接受邀请，去成为基督可信的见证人，并在世界中成为和平的传递者。是的，弟兄姐妹们，弥撒礼程是从拉丁文的 "Ite Missa Est" 翻译过来的。它的拉丁文的意思是“走吧，散会了”。后来这句话竟成了结束弥撒的标准公式。好有趣啊！原来弥撒就是 Missa。中文是遣散，而 Missa 遣散跟 Missio 差遣使命，你看它是同样的字根，彼此有很深的联系，不容忽视。也就是原来在弥撒当中，当我们被遣散的时候，我们同时也肩负了一个作证的使命。Missa、Missio 是紧密联系在一起。遣散会众的结束与强调，平安回去，以你的生活光荣天主吧。会众中每个肢体都被派遣到世界上去履行善功，用生命、用生活去歌颂、赞美天主。我们离开圣堂时，都需要切实的彼此提醒，把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聚焦在我们服传的使命上。事实上，弟兄姐妹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整台弥撒都不断在提醒我们有关教会和我们每一个人的见证使命。圣道礼仪鼓励我们与家人和邻人分享我们在弥撒当中所获得的福音喜讯。而在信友祷词中，我们更是被邀请去为国家、
为教会、为社会、为遭遇困难的人祈祷。在奉献礼中，奉献礼督促着我们要对有需要者去慷慨大方。而在领圣体后经，我们祈求天主帮助我们，将所举行的救恩奥迹透过在日常生活的使命付诸实行与完成。而领圣体礼更是蕴含的动力，激发我们乐意在弟兄姐妹身上去侍奉天主，去爱天主。总言之，弥撒礼程不结束于圣堂，是要在日常生活的使命中去真正的完成弥撒。换句话说，弥撒礼程是真正的在生活当中才能够完成弥撒。是的，弥撒礼程护送我们进入充满悲欢忧喜的世界中，督促我们走入人群，做基督的见证者，福音喜讯的宣报者，更是福音喜讯的实践者。愿弥撒礼程引领我们回到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团体、我们的社会，让我们能够以爱的行动完成我们以心神和真理的朝拜。感恩祭礼仪到此结束了，可是不要急着离开教堂。指导手册教导我们，在离开圣堂之前，最好能够稍停下来，至少5分钟，为我们在共荣圣事中所领受的恩惠对天主表示谢恩，并意识到主耶稣基督已经透过圣体圣事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与我们生命合为一了。如此，我们便能更谨慎地珍惜那份在我们内的恩宠，并能在他的帮助下去面对我们的世界。是啊，弥撒后，我们为主耶稣赐我们的弥撒恩宠，在弥撒中透过会众、透过礼仪植物园、透过天主圣言、透过波饼等等等等，引领我们来到主耶稣面前。这些都是耶稣临在的标记，使我们通过这一切与耶稣相遇。这一切都给我们讲出耶稣的故事，都给我们讲出信仰的讯息，也给我们带来希望，好让我们能够带回到我们的生活里。弥撒正是耶稣活于我们生命的丰富经验，以及这生命经验的庆祝。因此，让我们在弥撒结束后，在圣堂里稍停一下，感谢耶稣使我们在弥撒中沉浸在他的恩宠中。这恩宠是生活的信德，是更新的希望，是火热的爱的。这犹如涓涓细流的天主恩宠，就像加纳的美酒一样，在羔羊的婚宴当中不动声色的汇聚，就如同耶稣把水变成酒一样，而且是美酒一样。这个酒不动声色的汇聚，成为池水，成为湖泊，成为海洋。我们是那一位小小的鱼，悠然跃入，回游在天主圣山那深不可测的永恒之爱当中。讲到这里，圣武商必要神父在弥撒后的感恩祈祷不禁悄悄地上了我的心头。
碧瑶神父在弥撒后，他这样祈祷说：弥撒结束后，我留下来向耶稣感恩。那个早晨与天堂乐园的对话是多么甜蜜啊，真是何其甘美。我想向你倾诉却做不到，因为有些事无法译成人类的语言，而不失其深邃以及神圣的意涵。我的心与耶稣的心完全融合在一起，不再是两颗跳动的心，而是成了一颗心。我自己的心已然消失，就好比一滴水落在汪洋大海当中。耶稣就是我心的乐园，就是我心的君王。我喜不自胜，双颊不禁沾满了幸福的泪水。是不是弟兄姐妹们，必要神父的祈祷，弥撒后的祈祷，是不是也触动着你，触动着你渴望在弥撒之后也能够留个五分钟，如同他一样向天主谢恩。以上就是指导手册教导我们如何积极主动有意识以及完整的参与弥撒。现在我们就要进入第二个主题，时辰诵祷礼。首先我们来谈谈时辰诵祷礼的意义。指导手册教导我们这样说：时辰诵祷礼又称日课，是教会的公共祈祷。多个世纪以来，教会一直回应不断祈祷的使命。教会意识到基督的奥迹能渗透并改变当下的时刻。这祈祷使我们能够借着赞美天主，使整天无论是白昼和黑夜都成为神圣的。教会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表达祈祷，一种方式是透过感恩祭和其他的圣事和圣仪，另一种方式就是借由时辰诵祷。透过天主圣神的帮助，我们在祈祷中进入基督的预言奥迹，并且按照历年的进展来沉思默想这项奥迹。以圣经为基础的时辰诵祷礼，基本上它是一种团体的祈祷，虽然如此，但也可以以个人的祈祷形式来诵念这团体的祈祷。这祈祷按照一些能够帮助团体祈祷和个人默想的结构规则，将圣经经文组织在一起。当我们以时辰诵祷庆祝历年的不同节期时，我们信仰的视野也不断不断地在扩展当中，并被引导到我们所庆祝的奥迹当中。譬如说，在庆祝圣诞节时，天主在基督徒身上所完成的旧约许诺就显现在我们的眼前，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基督的诞生为整个教会和个人所带来的效能，而这将帮助我们去接受并且更深入地进入到感恩祭，而尤其是感恩祭的读经当中。教会的祈祷是一处源源不绝的恩宠源头，在这个源头当中，我们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亲从、赞颂、感恩和转祷。当我们以它来庆祝时，
我们来赢得洗礼而活在天主内的生命，便一步一步地展现，一步一步地发展。虽然为整个世界的代祷是时辰送祷礼仪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这能是一种由天主所引导，而非以自我为中心的祈祷。它不单单只是那耶稣临在于其中，以及受圣神灵感的基督团体的祈祷。事实上更好说，它就是基督的祈祷。在他的教会中，他为我们向天父转祷，他与我们一起，并以永恒大司祭的名义为我们祈祷。他以他奥体的头的名义带领我们祈祷，但同时也以天主的名义成为我们祈祷的对象。如此，我们与耶稣、与普世的教会、与天上的教会，以及我们彼此之间，都在共融合一当中。我们可以用一个我们日常的生活经验来与时辰祈祷礼做一个类比，也就是每当我们打开收音机或电视机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节目已经在播送了，它不会因为我打开收音机打开电视机节目在开始，不是的，它已经在播送。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校准频率，沉浸在节目当中，成为节目的一个部分。这个日常的生活经验可以拿来跟时辰礼仪做一个类比。在时辰礼仪中，我们校准频率进入那由基督和普世教会不断不断表达的礼仪祈祷当中。例如，每当我们开始晨祷或晚祷时，我们就是进入那永不懈怠的教会祈祷当中，并且与大自然及我们的生活节奏集结应和，起身、休息、日出、日落等等等。因此，各位弟兄姐妹们，以上就是有关时辰送祷礼的意义。在下次节目中，我们就要谈一谈时辰送祷礼组成的要素，以及这些组成要素在时辰送祷礼中的意涵。对这些意涵的认识将帮助你能够透过时辰送祷而与天主圣山相遇相合。天主保佑，下次见。